高大哥，不用生气呢啊，因为我又拿电话拍他了。没关系，咱们等他睡着呢，睡着我给你们拍一个卢哥的特长。睡着了啊，别眨眼，我让你们见识见识。来，尝不尝？哎呦我的妈！这特长我名字都想好了，这叫大蛇无双。哎呦我的妈！这算不算特长？就这一招啊，挑战全网所有的狗，来吧，接受挑战，里外真皮的，啊，能当麻布使。行了行了，不能动了，不能动了，你能醒了，可打我了 ，OK。